行，兄弟们，咱们有能指挥的吗？我现在有点上不来气儿，我能把劲稳住。没事，马队，你还是你指挥，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啊？他昨儿上马跟我整累挺了。我操，太累了，真的。我看了 BO6。强哥不能说话，只有你了，马队。我是受不了了，我俩紧挨着，纯连坐。我后面插位右，他俩都老尖了。咱们第一把这样吧，第一把那个，两个中门压上去，三个守 B，没大不要了。好，潇潇你去 B 啊，潇潇你去 B，好，好。我也可能去 B，然后我在那哪儿，你架那个98进给楼梯，我在 B 大给你架，然后桥上埋伏一个，行不行？行行。行，两个呀，来，搬啥？大吗？办啥都行，你们来吧。插班用什么枪的？主枪？咱不们是是。PVZ。他们两个用 QBZ 的。搬他们 QBZ，他们 MS 来不吧。行。我操，搬好好的 AK，只要你拿 M4 吧，我拿白虎。好。第一把两把机枪进的压出去啊！我给墙上给你们打个闪，打个雷。然后咱们抢车库啊！抢完车库之后，给完烟之后，外场可以不要，然后回避一个，那个人火也大。外甲可以不要啊，OK。咱这样给他 L 点烟，给他拱门烟出去的，然后那个 A 大的人可以推到 A 大那边看外场，就是咱不在外场看，防雷、防炸、防闪。我在98，我那个楼梯下98进是吧？对对对，来炫他们！拿来，来，加油！我外场，我这调了。给个闪！B 大耳朵，B 大两个雷往蓝方撇的。B 大近点，B 大连跳连跳。我回了。你看，快到到到到！把明天给看了啊！三个上了上了上了！打我头了，抢了。B 方上去两个。有一个。哎你。包你两个，收一个你是吧？他白虎子豪，他透不了你。两个，还有白虎，包点打30，走了下去了，30掉了啊。